打开文书资料，整理案件，开始一整天的工作。53岁的陈小姐处于壮世代的一群，上有长辈要照顾，下有2个小孩，一路走来非常有感。因为我们变成失业的话，就很难找工作了。一般不大会请那么老的，年纪那么大的。对，要是我都不会，一样没经验，我一定是请一个年轻的，那培养啊，后续啊，对，我们都自己会这么想的。反正可能来报恩吧，他们2个都很 OK 啦。2个小孩已经逐渐要进入社会，加上听话懂事，让已经年过50的陈小姐肩上压力减轻不少。平常也会透过一些兴趣来疏解生活压力，达到身心平衡的状态。像我会想说要去种种花啦，然后去种菜这些的，我就觉得看到那些我就很高兴。我自己的压力是爬是这样，然后去爬山，对，我会走这一方面，比较走户外的。 找到舒压方式对壮世代来说很重要，毕竟这个年龄层约莫45到65岁之间，通常都上有高堂，下有小孩，同时还身兼职场跟家庭工作，蜡烛多头烧，难免压力大。根据卫福部最新数据统计，112年死因统计，轻生离开的人数有3898人，65岁以上长者数据下降4.9%，是近年来首次下降。 但45岁到64岁的青壮年比例却来到了35%，死亡人数1345人当中，也是全部年龄层中最高的。所以面临的可能就是来自于工作的压力，来自金钱的压力，来自这个不管是子女啊，或者是父母的压力。可是现在 AI 要非常的兴盛啊，可能面临被 AI 取代的这个，你要提早退休都不一定。可是呢，你来自子女跟父母的压力并没有减少啊。经营人力派遣多年，同时也已经61岁的黄先生点出了他们这群壮世代的辛苦。除了有老幼要照顾之外，这年龄层的就业也是关键。若是面临裁员或者失业，这个年纪要再找工作会面临很多挑战。加上 AI 科技兴起，忧心自身工作会容易被取代，找到工作几率下降，影响经济生计，当然也会让心情不美丽。一般来讲都是金钱的压力是最大的经济因素嘛。 那可能现在目前的这个薪水呢，可能他没办法去 cover 过去他的生活管销，那可能要转业。可是转业毕竟在这个行业也待那么久了，那可能外面可能本来是做办公室的，他可能就会尝试想说，那不然我去面临挑战去做业务。我们只能说很感慨，因为呢，这个世代的人呢，可能就是正好叫做3明治世代，他呢上有老，下有小。 那他呢，从生理、心理环境来看呢，可能比如说这时候身体也有一些疾病，然后碰到更年期，男女生都有更年期，心理上面呢会在一个不上不下的阶段，然后有时候独立创业，到底会不会觉得贫富悬殊差很大？第3个环境中如果非常的竞争，然后呢形成那种2极化的M型社会，都很容易造成人的困扰。 专家点出，中壮年族群轻生率最高的问题在于这个年龄层，该族群通常都自认为要给资源的角色，要有能力，又背负很多责任，却常常在社会转型当中被忽略掉。提醒壮世代民众更要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第一是必须每天给自己放松喘息的空间；第二是保持固定的运动习惯；第三只是培养出兴趣跟喜好，有了宣泄管道跟释放空间，才能有效降低压力。第一个策略。 一定要及早做自我监控，像新陈情温度计，它可以监控是否有情绪障碍、睡眠障碍，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让精神医疗的医师、护理师、心理师、社工师、职能治疗师、药师来介入改善。第2个，善用社会资源，不管是亲友的或者是社会的资源，怎么样让自己减少孤独感，然后呢，好好的去进行身心上的改造。 壮世代逐渐增加，照顾别人之余，回头看看自身，保持身心健康良好，壮世代才能真正茁壮。TVBS 新闻黄光伟、蓝玉明台北采访报道。长期处于高度压力状态，可能是罹患癌症和其他慢性病高风险族群者，像是肺癌、乳癌、大肠癌，甚至是胰脏癌等。 民众平日应保持心理健康，适当的压力管理对预防癌症很重要。压力本身并非疾病，它可能使原有的健康问题恶化，或导致新的健康问题。长期处于高度压力之下，可能会导致焦虑、抑郁、高血压、心脏病发作、中风、头痛、注意力不集中或睡眠品质不佳等等的状况。尽管慢性压力可能导致许多健康问题，但它是否与癌症有关，目前尚不清楚。 不少疾病都是在健康检查中被发现，尤其是有不少中老年人可能认为自己身体还不错，因此忽略定期体检，撑到身体不舒服才去医院。检查后发现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有问题，甚至是癌症。 长期处于高度压力的人是罹患慢性疾病跟癌症的高风险族群，所以面对压力的管理就很重要。 所谓癌症的危险因子，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癌症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病人常常都会来问我们，但其实我们真的只能说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癌症的形成的原因可能是你自己的基因，或是你自己的生活形态，或是你的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坏习惯养成的过程，那可能会导致细胞的一些突变。那外在呢，指的就是一些我们可能不能控制的事情。 不能控制的事情，举例来说，到户外走路、跑步一定会晒到太阳。紫外线其实也是一种致癌物质，可能会导致皮肤细胞的突变。因此，医师常说，防晒也是一种防癌的一种过程。或者是说，像是我们一些外在的其他因素啊，那这些可能，譬如说我们呼吸道的空气，如果今天空气很不好，那里面有一些比较有毒的物质吸到肺部，那可能也会导致细胞的突变哦。所以，其实癌症的危险因子有非常多。现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些研究显示慢性压力与某些癌症的发生率较高有关系，但有些研究显示压力与癌症风险之间没有关联性。 其实压力似乎与癌症风险有关。癌症指数为什么可以作为一个工具呢？基本上它可以用在临床上早期的侦测，或者是治疗以后治疗成效的一个评估，以及后续的追踪。癌症的复发是不是有复发这一块？ 目前在科学上，我们认为这是没有定论的。不过，我们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你的生活压力非常大，或是最近情绪起伏非常多，那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生活形态的改变。譬如说，可能因为压力很大，所以抽烟啊、喝酒啊、嚼槟榔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作息，或者是会有成瘾的现象，那可能就会导致这些不好的嗜好可能会增加癌症的风险。藉由一次又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可以检视自己身体的状况。 发现一些慢性疾病，另外可以做一些早期癌症的一个筛检。医师强调，一定要改变不好的生活习惯，降低罹癌风险。很多人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吃的特别多，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口腹之欲，那很有可能就会联动到变成比较肥胖的体质。那如果比较肥胖的状态，就像大部分大家就知道说也会增加癌症的风险这样。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认为。 情绪或是压力不一定直接等于癌症风险增加，但是它有可能透过不同的管道，让民众的这个得到癌症的风险会比较高。压力和癌症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且仍在研究中的课题。虽然压力本身不直接导致癌症，但长期的慢性压力可能透过多种途径间接影响癌症的发展和进展，绝对不可轻忽。 TVBS 新闻焦汉文、高子尧、蒋志伟台北采访报道。Helen 应该之前有很多过往的工作经历，那你觉得就相比在 Kikarism 这边有没有比较你觉得不一样或是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应该是真的，大家都很关注目标在成长，然后关心着新进同仁的适应状况。公司为了让员工可以顺利接轨，从入职第一天就很重视。第一天报到之前，我们其实就是他们会有专属的位置，那其实在位置上我们会摆放就是新人包。 就是我们公司会有准备，就像是新人的衣服、公司的衣服，然后公司的包包，然后给新人。第一天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 office tour， 就让就是伙伴们更认识我们办公室各个空间跟角落。毕竟来到新的工作环境，不只需要时间认识同事，也需要重新找到工作上的节奏。员工是公司的资产，就怕工作产生的压力影响生产。那瑜伽课就是会在我们安排在周五的下班时间，然后就是才自由报名意愿，所以有兴趣的伙伴他们。 其实都可以参加。然后我就在瑜伽课的这一个环节中，就是非常的就是正式照顾到身心灵的部分，就非常的舒压。除了瑜伽课之外，还有资深心理讲师的分享，公司也可以打造友善的互动，让员工碰到。到问题可以大方开口求援。会定期举办聚餐，或者是像员工旅游啊，或者是一些 team bonding 的活动，那去连接同事之间的感情。那当他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就比较可以从其他同事之中得到一些资源。在扁平的组织就有这样的好处，可以让员工跟 manager 或甚至跟老板很无缝的接轨。那以我们自己公司为例，我自己当然是希望身体力行，可以跟不管任何一个员工都可以很平行的相处。就算是一个实习生，也可以随时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劳动部其实早在2015年就开始关心劳工的工作身心状况，就怕压力过大引起精神疾病。而截至2023年年底，共协助了1300人次。近年来使用人数也逐渐增多。咨商的问题大多以职场霸凌、职场心理调试等等，只要是灾保法纳保的工作者，都可以向各区劳工健康服务办公室申请，每名劳工每年可以享6次免费。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他发现自己身心出了状况的时候，其实都有权利接受这个需要的帮助。那同时，我觉得对于员工、对于公司，甚至对于社会来说，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因为心理咨商或许是一个就跟感冒了要吃感冒药一样。那我觉得心理情绪有问题，那我想要找个人聊一聊，来帮助我了解自己，来帮助我解决我的议题。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其实，在台湾的工作文化，其实很难鼓励大家非常的积极地把内心的想法讲出来，特别是跟主管或是老板说明自己目前遇到的处境啊，或者是心态上的问题等等。对，那这个我们在公司的 value 里面有一个蛮重要一点，就是扁平然后透明的沟通。新创公司致力改善传统的职场文化，因为台湾大多还是上对下的沟通隔阂很大，往往让员工产生压力，再加上羞于求助，也难在第一时间给予协助。近年来有一个用语叫做内卷。那我光是内卷呢，我就觉得说这个很适合拿来跟大家谈说，的确现代人的工作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呢，社群媒体的发达，让我们的资讯其实非常的大量，比如说公司之间联系，或者是看报纸你才知道说某些公司会有什么样的做法，他们工时多少，可能我要等劳动部的统计。可是现在你随便上网就可以看到说，我今天又加班多少啦，哪家公司加班怎么样啦。那内卷的意思是说，我们人会有互相比较嘛。社群媒体的普及都可能让人压力倍增，但工作上产生的压力一旦影响身心，不止工作表现不佳，更严重还会造成疾病。适时的抒压、寻求协助，都是我们要学习的课题。TVB 新闻郑胜伟、何江谢丹慈台报道。您是否曾经思考过，实际的年龄与生理功能上的年龄可能差了一大截？例如，明明才30几岁，应当处于身强体壮，但是好像60多岁的身体一样，常常觉得疲惫、提不起劲。回顾过往，可能有好长一段的时间处于睡眠形态混乱、高压力、无法休息、情绪调节不好以及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久而久之，慢慢进入早衰阶段。混乱的生活作息、不良的睡眠品质，以及无法维持适当的饮食及运动习惯，这些呢都已经在许多的科学研究中被证实，会造成所谓的甲基化功能失调。不论如何，在生活中如能维持充足规律的睡眠，对甲基化反应与许多慢性疾病的控制都是重要的一环。和甲基化反应会有关的症状或疾病，除了维持睡眠健康之外，还可以从注意生活其他形态开始做起。甲基化太高，让你身体开关关不了，运作过头；或者是甲基化太低，身体开关反而打不开，无法运作。久而久之呢，我们的基因年龄就会快速的老化。甲基化呢是人体调节基因表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那受到呢生活跟环境的影响很大。那简单来讲呢，它有点就是控制基因表现的一个重要功能。那假设呢，甲基化过度表现会帮助我们关闭基因的功能。人体的甲基化修饰反应发生在携带有遗传讯息的 DNA 中时，会对调控基因表现与蛋白质功能造成影响。这种过程在全身的细胞都会发生。而甲基化过程的改变也可能与许多疾病的产生，像是自体免疫疾病、癌症、忧郁症、心血管疾病、认知功能障碍等有关。 现今高龄化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和公共健康挑战。由于衰老是许多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即使是同龄人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分子和细胞层面上 ，DNA 甲基化的表观遗传标记又被称为表观遗传时钟，现在已经成为测量老化的一种工具。 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甲基化时钟，它是透过计算一些随年龄增加而增加甲基化的位点，和随年龄增加而减少甲基化的位点所得出来的一个能够作为人类衰老程度的一个标志物。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饮食和生活方式都能透过表观遗传的机制去调节 DNA 甲基化。 营养素它可以透过表观遗传改变来延缓老化，也就是有些营养素它能够正向的去影响甲基化时钟，例如叶酸和甜菜碱是甲基化过程中的辅因子，而焦黄素、绿茶中的一种儿茶素、EGCG 和存在于很多蔬果中的虎皮素等多酚类物质，都能够调节 DNA 甲基化的过程。 大脑发育跟脑部神经功能比较相关的一些脑区途径的甲基化会受到影响。那也就是说，其实睡眠不好，其实真的是会影响我们脑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理论上，我们就是要保持要有适当的睡眠时间也要够。那另外就是要调节自己的压力。除了调整饮食之外，我们还可以制定良好的生活方式，例如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和放松练习等，这些都能够影响 DNA 甲基化模式，逆转甲基化时钟，并延缓老化。 医师指出，基因是先天注定，但是后天的健康生活模式能够改善甲基化失衡，减少基因的不良表现。务必规律生活作息，要有良好的睡眠品质，均衡饮食与足够的运动，能让基因年龄等同于实际的年龄，健康乐活。TVBS 新闻陈如环、蒋志伟台北采访报道。 很多人都听过心脏衰竭，其实就是心脏无法打出足够的血液，提供给全身的需求。一般可以分为两种：心脏功能不佳的心脏衰竭，会让心脏的收缩力量不够，导致打不出足够的血量；另外一种是心脏收缩能力正常，但是无法适当的放松，造成没有办法将足够的血量收回心脏，而形成供需不平衡。心脏衰竭的症状有水肿、 容易喘以及容易累，心脏功能不佳的原因常见是心肌梗塞，或者是因为基因造成心脏扩大病变，需要服用一系列的药物以协助心脏功能恢复。而心脏无法放松造成的心脏衰竭，常见的原因就是慢性病以及老年退化。除了服用心脏药物之外，还要治疗背后的慢性病，才能阻止疾病恶化。 心脏衰竭的原因很多样，最常见的是心脏本身的问题所导致，包括冠状动脉疾病、瓣膜性心脏疾病、各种不同类型心肌病变、高血压、心律不整等。另外，有些虽然不是心脏本身的问题，但长久下来也会导致心脏衰竭，例如糖尿病、 高血脂、酒精、内分泌系统疾病等等。随着高龄化社会的到来，心脏衰竭人数持续上升。除了高龄化之外，过去受限医疗科技，心肌梗塞患者往往在疾病早期就离世。近年来，因为心导管技术进步，挽救许多急性重症患者。另一方面，这些救回来的重症患者也成为心脏衰竭的高风险族群。 随着时代的进步、医疗的进步，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心脏衰竭有可能是在更年轻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那发生的原因也不单单是只有所谓的心肌梗塞、冠状动脉疾病之后才会发生。一项健保大数据研究结果显示，因心脏衰竭住院的患者10年内成长了9倍，心脏衰竭病友出院后的再住院率半年内更高达3至4成。 要降低心衰竭的再住院率，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正确的服药观念都是相当重要的关键。有鉴于此，卫福部健保署推出急性后期整合照护计划，以医师、个管师、药师结合营养、复健等各职类专业人员，提供病友出院后半年的后续医疗照护。我们发现急性后期整合照护计划改善了病友的服药习惯、活动能力、心脏功能，也降低了再住院的比例。病友也应该持续健康生活方式，如减少盐分摄取、避免肥胖、适度运动、戒烟、勿过度饮酒、规则服药。当遇到水肿、呼吸喘等典型症状时，尽速与医疗团队联络。 目前我们常知道的所谓的心脏衰竭的产生，最常见的可能还是所谓的冠状动脉的疾病，或者是产生心肌梗塞之后造成心脏受伤造成的心脏衰竭。全球的心脏衰竭大概有6000万人，台湾心脏衰竭约1%到3% 左右。以3%来说，超过70万人。事实上，心脏衰竭在健保署资料库里有用药超过24万人，基本上有50万人是潜在心脏衰竭的病人。如果发现自己的双脚水肿，轻微的活动就容易喘和累，甚至晚上睡觉更喘。 甚至躺不平，就要到心脏科门诊求诊，以排除心脏衰竭的可能性。现在介入的一个技术进步之后，可能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年纪大的病人，可能延续他的一个生命，可是他发生心脏衰竭的机会就增加。 随着心脏衰竭越来越严重，甚至有些心脏衰竭的病人，你会发现他的两只脚下肢会有水肿的现象，那这也是代表心脏衰竭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医师提醒，有高风险的人，包括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或者有冠状动脉心脏病者，发生心脏衰竭的机会就会大幅增加。民众应提高警觉，随时注意身体状况，别让憾事发生。 TVBS 新闻陈如环、蒋志伟台北采访报道。糖尿病跟失智症在高龄长者当中经常同时发生，主要的原因是这两种疾病具有相似的病理生理学机转，都跟胰岛素作用不良有关。另外，它们还有共通的心血管代谢危险的因子，在一些基因的研究当中也显示出有相似的地方，因此这两种疾病常常一起出现。 那在过去的一些研究中，也可以看到说，糖尿病的患者比没有糖尿病的患者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大概增加40%。那其中罹患的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高出40%，那血管性失智症的风险更高出90%。那同样的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病人也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到糖尿病。糖尿病的病人本来就容易有失智或者是认知上的一个功能障碍，但是阿兹海默症的临床表现跟临床上的基础关联性跟糖尿病也有类似的地方。大脑的地方对于胰岛素的敏感度不够好，以及大脑当中它的胰岛素浓度降低，都可能是跟阿兹海默症的病程演进有相当大的关系。 糖尿病啊，血糖高的时候，它会造成许多的并发症，包括我们的大血管的动脉粥状硬化，所以造成心肌梗塞，造成脑中风，造成我们的周边的动脉的阻塞等等。那对于小血管来讲呢，它会造成我们的视网膜的病变、神经病变，还有肾脏的病变。对于认知功能呢，那我们最近也慢慢的发现其实高血糖的状态的话呢，血糖越高，那对我们这个老年人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呢，还有认知功能 能也都会受到影响。失智症一般分为阿兹海默症以及血管性失智。台北荣总借由健保资料库所做的研究发现，新诊断的糖尿病病友会增加76%阿兹海默症的发生。除此之外，高血压、年龄的老化、中风史也会与阿兹海默症息息相关。糖尿病也与血管性失智有关，而血管性失智是第2常见的失智症。这个 发生也会与血脂肪的控制有关。然而，糖尿病引起失智症的原因，主要是借由血糖控制不佳、代谢产物增加，导致于脑子的堆积，以及胰岛素分泌不足。阿兹海默症是一种神经退化性疾病，和体内贝塔类淀粉蛋白沉积是有关的。一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能够多运动，进行健康的饮食摄取，就能够有效的减少贝塔类淀粉蛋白沉积在我们脑子里面，也能够有效预防阿兹海默症的产生。血糖反应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碳水化合物的摄取总量、碳水化合物的类型、食物中的其他巨量营养素、食物制备的方法，像是有没有糊化以及生理机能，例如营养素的肠道吸收率等。 在饮食成分方面，改善餐后高血糖、高胰岛素血症和胰岛素阻抗的关键策略，就是尽量选择能够减少血糖波动的食物，因为血糖波动太过激烈，会加重氧化压力和贝塔细胞的损伤。足够的睡眠，对于糖尿病本来胰岛素的阻抗性就会造成一定好的影响，也会让病人血糖控制得到控制一个完整的范围。同时，在这个范围里面，对于神经退化性的疾病跟糖尿病中间的病理机转，也可以产生某个程度的抑制效果。 降低进食的速度，因为吃太快会造成比较剧烈的血糖波动，是选择低升糖负荷和延迟胃排空的食物。这类食物通常具有高蛋白、低碳水，还有高纤维特性，不但可以降低胰岛素需求和餐后的血糖波动，还可以减少饥饿感和食欲。文献发现有糖尿病跟没有糖尿病，那去做跟会不会发生阿兹海默症或者是所谓的血管性的失智症来看的时候呢，当有糖尿病的时候。 发生阿兹海默症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呢，就会高2到3倍。当血糖高的时候呢，对于许多的我们所谓的认知功能这个部分呢也都会下降。医师提醒，预防失智症要及早开始。阿兹海默症被誉为是大脑的糖尿病，当血糖过高时，会造成脑部神经及脑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不可轻忽。 TVBS 新闻陈如环、李建伟、蒋志伟台北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